两个相爱的人本来就应该做伙啊。你即摆真正是一个人啊，也毋过我，你看，这侪人拢是写你拍某的代志，你也当阿手头菜哦，我可能无阿多斗相共。你即摆哦，就去甲全世界讲，我无拍某。真个，无要紧。我一直感觉你无结婚是甲我有关系。我希望伊结婚为前提来交往，好不好？就靠阿信，到底是创啥？我就答应林正浩啊，你的幸福是跟你会做伙对不？我的离婚是我的决定，袂当怪任何人。只要有缘分，不管人伫倒位，一定会相逢。礼拜日暗时十点，请收看《花西婚姻揭秘之精彩大结局》。